前各位，桑拿阿姨，模型夜铺女主角啊！女主角，金宝明是真名，连诗雅是戏名啊嘛。咁摆明冒认啦，吓，寻日凌晨咪俾阿钱国伟炮轰咯。咁其实单日咧，最先都系俾阿 Wilson 女友发现嘅。我拍夜蒲二嗰阵，从来冇见过呢个人。share 咗俾男友睇咯，佢就即刻发晒火啊！听日先去夜蒲三选个试镜，嗰头你就做女主角，连导演我啊都唔知道你系夜蒲二主角啊！我难怪寻日夜蒲三试镜，佢都仲未扭完咯。系咪叫阿 U 啊？吓得我，我睇落，咦，我啱啱今日先至面试，佢已经系夜蒲三女主角咯，几犀利啊！我真系劲啊！仲要走咗好多浮添，我即系不过唔系，我系惊，譬如有啲人俾佢呃咗或者有损失，咁就入咗我条数就唔好啦。即系仲要认埋系连诗雅个名嗰度犀利啊嘛，佢个艺名原来叫连诗雅，我真系第一次知。喂，依家好多人冒充我去内地登台噶，阿 U 嘅经理人咧就话系内地宣传太求其，咁佢已经投诉咗啦，仲同前各位解释埋拆掂咗咯。御用妆全城独家狠狠秀 Wonder 6纤体疗程488，再狠送 C8 激白祛斑提升疗程。